时间了。当时我们还是刚进来的小屁孩，现在居然，好吧，还是。好了，不管这个不重要，我们现在是学姐了，好开心哦！以你的身高，不要被当成路过的小学生就不错了吧？什么小学生？我们学弟妹才不会这样想，好不好？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赶快来介绍文华吧 ，Go！ 好的，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文华高中的图书馆。我跟你讲，听说这边图书馆真的超级漂亮，不知道我们等一下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人。真的吗？那我们去看看。走吧。我看到一个。同学，不好意思，来，我们看一下镜头。同学，不好意思，请问你怎么称呼？叫我文华燕子，扛把子就可以了。看起来是位非常厚脸皮的同学呢。同学，我问你，你觉得文华高中哪里是最漂亮的呢？有我的地方都很漂亮。剪掉。没有啦，我觉得文华最漂亮的地方，应该是图书馆吧。文华图书馆真的很漂亮，而且灯光美，气氛佳。有空的时候一定要来这边拍一些网美照，随便拍都可以跟我一样漂亮。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没有开玩笑的。其实文华图书馆馆藏真的很丰富，有空的话一定可以来这边看看书，或者是借回去看。对，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这位同学，你可以继续看书了，谢谢。文华社团生活是什么样的、欸？对啊，其实我也蛮好奇的、欸，不然我们去问问看别人好了。走吧，同学来，就是你们，请问一下你们的社团生活怎么样？啊、我是音会社的，然后我觉得我的社团生活很好玩，就是我们上课会有一些小游戏呀，然后呢，还有好吃的设定，然后每个学期都有一堂外事课，我觉得很棒。哦、oh, ，所以你们会有外事来上课，这样对。OK， 来同学，请问一下你社团怎么样？就是我是热舞社，然后我们社团生活几乎都在练习，然后虽然很累，但是比赛跟舞展的时候会很精彩，这样。听起来好辛苦哦。还好，收获很大，收获很大。热舞社，来同学，请问你是什么社团？然后你社团生活怎么样？我是国际事务研究社的，然后其实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叫模拟联合国。然后我们社团平常就是先教一些关于会议的东西，然后教你怎么打一场模拟联合国的会议，然后也会教一些国际上面的知识，比如说国际观啊，或者是培养你的国际素养之类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社团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是学术性的很生硬或者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对这方面的东西有热忱，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学长姐都很热情，人都很好，还有很多好吃的设点的，所以我蛮喜欢的。好，所以模拟联合国听起来其实蛮好玩的，我自己也蛮想参加模拟联合国。好，那今天谢谢三位，谢谢。我想要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文华已经过了一年了嘛，那你们对于这一年之中，你们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吗？从你开始。我觉得是合唱比赛，就是我们的合唱比赛，它选曲是有不同地区的选择，然后我们班刚好抽到的是美洲，所以就是以英语为主，那我们的歌就是英文歌，就是 A Whole New World。 然后我觉得整个过程练习的过程就是能让整个班级更团结，然后也了解合作的重要。哦，所以是合唱比赛，感觉应该蛮好玩的。好，来，那你呢？今天是圆游会，因为文华圆游会很特别，它是无塑圆游会，就是不能使用一次性的那种不环保的餐具。然后我们是做热压吐司，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让它以环保的方式让客人可以带走，这样。哦，所以无塑圆会就是没办法用什么塑胶袋什么之类的，这样子不行。哦，所以这样子这样很酷哎、欸，没有遇过。来，那文华颜值扛把子同学，你呢？我觉得是篮球比赛，虽然我没办法上场 ，so sad。可是就是在场外还是帮我们，就是也是加油的很认真。然后我觉得，就是虽然没有名次是其次啊，不过就是在这个比赛中，就是我们班就是也更团结，可以看到我们班的向心力。然后偷偷说一下，就是我就是难得会觉得说我们班男生就是在打球的时候真的蛮帅的啦，一次而已，就这样子，对。哦、所以你是在 diss 你们班的男生？没有，我是称赞、哦，对。哦、好，那今天谢谢三位的访问，谢谢你们，谢谢，拜拜。
好的，那我们今天访问文华就到这边结束啦，希望学弟妹们看得开心，然后也有更认识文华，那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等一下，学弟妹们记得要加入电影艺术社哦，拜拜。哦，好累哦，哦，我要喝饮料。哎，怎么还在拍啊？我衣服都已经换完了，而且你知道我拍完之后，我麦克风筒就不见，我现在就只能这样子。好，不然你再拍，我们来介绍一下合作社好了。我跟你说，文华合作社里面有超级多的饮料，而且你看这边全部都是饮料。然后，我跟你讲，这里，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吃，然后呢，而且又很便宜，而且文华还有卖，我们还有卖冰棒，而且冰棒一直只要10块钱，然后阿姨人也很好，真的是，我跟你讲，我们合作社就是等于文华高中的全联，好不好？好，那既然这样子，我真的很累，我们就到这边好不好？可以让我喝饮料吗？谢谢，再见，拜拜。